注意了，2019年杨柳絮飘飞预警地图来了。进入4月，烦人的杨柳絮不仅粘在头发上，粘在脸上，堵在鼻孔上，而且一不小心还会引发火灾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其实杨柳絮是杨树柳树的宝宝，主要成分是纤维素，因为含有大量的植物油脂，表面绒毛与氧气充分结合，遇到明火，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烟头都会引起轰燃，而且蔓延速度极快，甚至可能引发连环火灾。因此日常生活中要格外注意，不要乱扔烟头，别让儿童玩火，家里院里积攒大量飞絮及时清理，工厂巨切抛光等车间特别要防止火星引燃飘入的柳絮。新京报动新闻综合整理报道。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。